我叫瓦卡，是一名游戏穿越者。这啥呀？这是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？我这是变成了一个枕头吗？不对，我一定是在做梦啊！赶紧掐自己一下啊！不是，这枕头也没手啊！这干什么呢？听好了，瓦卡，把你变成枕头是为了让你在家里安分一点。我现在要出门一趟，你在家里给我老实待着，要是等我回来，家里乱作一团，我可就叫我的不点赞小分队在你评论区里发下次一定了哈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小子，你放心啊，我今天在家一定老老实实的躺着。你在叫我做事啊？兄弟们，小子好像已经出去了啊。那我们刚刚说好在家不捣乱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要是不捣乱，这期观众老爷们看什么呀？好了，兄弟们，老规矩不要忘，咱们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。接下来看我如何在家里大闹一场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的个老 baby 啊，这居然是俩金币呀、啊！小子，你现在生活这么富裕了吗？金币在家里边随便放啊？想不到你还是个隐藏的富婆呀！这个花瓶，这不是小子买的瓷器吗？我记得好像很贵重啊。来，我们上去玩一下看看。观众老爷们，你们作证啊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好啦，我们接着来这个房间看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做视频用的房间。我电脑桌上居然还有两个金币啊，那我就先收下了。穿过这个走廊就是我们的小卧室了啊。等会儿怎么这么多金币啊？今天我是要发大财了呀，这是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三个不同颜色的枕套是吧？一个10块钱，这个20，这个30。好家伙，我只有11块钱呀、啊！那我们就换一个白色的枕套好了啊！这看起来就舒服多了啊！走，我们去楼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啊！我下来了，等会儿这大门怎么还没关呢？小子，你出门不关门的吗？但是我要出去的话要花99金币、啊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小子是诚心不打算让我出去是吧？行，那我今天就在家里好好玩玩。看看我们的客厅啊，哇，这柜子里有这么多金币。等会儿，这些不都是小子最喜欢的书吗？让我看看。对，就是这一本啊，论智能系统如何统治人类。小子那些坏心眼全是从这本书上学的，支持我把这个书烧掉的来一个长按点赞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啊。来，我们给他收拾一下啊，把这个书放进这个火盆里。小子这下子再也看。等会儿，我怎么着火了呀？我的天，救火救火，快救火，快去啊，我来了，赶紧把水龙头打开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今天停水是吗？玩呢。找到厕所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赶紧给自己洗个澡啊。哇，这里面都有金币。小子，你平常洗澡是撒钱是吧？不是，这个地方的沐浴器呢怎么都没有了呀？这怎么办呢？我快要烧没了我。这没办法了啊，忍了，我们进马桶。舒服了啊。等会儿，马桶里也没水是吧？操！完了，快走，哪里还有水啊？让我想想。对了，二楼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说不定上面有水，快走。兄弟们，我快要烧没了啊！我们到了。等会儿，有水，快进。哇，这下可舒服了啊！我的天，烧个书差点把自己给烧没了。那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平常在家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啊，千万不能像我这样。好啊，这下舒服了啊！让我们再来洗一个澡啊，把自己洗干净啊，在地上滚了这么久。好了，我们该休息一下，吃个早饭了。我们先去给自己烤一片面包。走，我们来找一下烤面包机啊。在这儿呢，来，我面包呢？这个瞎子，你真的是个人才！你在搞什么？拜托，面弱你只是我眼里的一坨屎，我可以吃坨屎给你看。然后呢，再吃一点饭后小甜点啊，正好这桌子上有小蛋糕，我们把这个也吃掉，剩下的呢就是打开电视机，在家美美的看个电视啊。电视机没有信号的吗？不是吧，小子啊，你做事也太绝了吧。那算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们还是回自己的卧室睡个觉吧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